出了这倒霉，被花夫被一男的给弄走了，房卡也找不着了。麻烦你给做张新的。小姐，您的名字是？莎莉斯旺。莎莉斯旺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取消在大运河的婚礼吗？大运河在哪儿？这边。高先生，刚才有一个很奇怪的女士说，她是莎莉斯旺。打算怎么样？我忙嘞。月往这瑞士怎么样，宝贝？我想去滑雪。滑雪？不会有点危险吗？陈先生，恭喜你！姚先生，今天穿得这么帅，我也得去换衣服。刚，你有没有事情准备怎么样了？我的人呢？有张照片，想让你看看。